珍惜。思念就像是潮汐，一刻都不肯停息，拍打着胸口，调侃着回忆，却拿不出一点勇气。我最想念的人是你，不想打扰的也是你，爱到最后这样算不算可惜？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你最想念人的名字，那是不是我的心事？我已经没有权利再去问你，你的心还在不在这里？当然啦，我最喜欢的一首原创还没有出来，我还没有录制啦。等我录制了以后再给你们听哈，等它发布了，我每天在我等它发布了，我一定每天给你们唱哈。我是不是还完了？没了吧？啊，都还完了吧？没了吧？